夜市小火锅瓦斯炉起火，男子居然妄想徒手灭火，太烫了，找工具辅助，情急之下居然抽卫生纸扑火，太危险了。不不不，卫生纸一点就燃，越烧越旺，火都快烧穿桌底，旁边客人大手一挥用果汁灭火，桌上烧出个大黑洞，但瓦斯气体不断冒出来，火苗不断窜出，疑似是瓦斯软管出问题，气体外泄才烧起来，但用卫生纸灭火真的太奇葩。高雄火锅店被民众质疑，员工拿一大袋肉疯狂往地上摔，疑似客人太多，肉片供不应求，居然砸地解冻肉，画面曝光，网友超傻眼，狂酸这是真正的在地美食。火锅店居然拿肉品往地上砸，就怕有食安疑虑，卫生局将到场稽查。瓦斯炉起火居然用卫生纸灭，还没接近就烧成一团，离谱又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